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ana， 今天来到御海，带大家去看一个一座的中层私单位，方向就向西南望丁九桥海景来的。咁啊，单位入面会有露台啦，咁啊，而家同我哋大家上去个单位度研究一下。我哋而家喺一座大堂，咁啊，揿 lift 上去。你好，我哋而家去到咧呢个御海一座中层私室。咁一日到嚟啦，咁個飯廳先啦，咁另外嗰邊就客廳，咁有套梳化喺度嘅，其實個距離都 OK 嘅，十尺松啲度啦。咁我哋咧，其實左手邊咧會有個細細地嘅儲物室位置嘅，咁啊原本間小房嚟嘅，有少改建啦。咁我哋咧會望一望廚房，咁廚房就明火煮食啦，有標準嘅。咁其實都傑具啊，各方面都齊備噶啦。咁我哋咧會再去睇咗啲房先嘅。咁房嗰方面咧就洗手間啦。其實都是間好標準嘅啫，有基本裝修。咁啊，户主咧就可能地下啊、牆身嗰度咧做啲小翻新嘅。咁第一間細房，咁其實所有房都同一個向噶啦，都係向翻丁九橋嗰邊嘅。咁另外第二間，咁啊一定要提到咧，其實御海比一般屋苑好嘅地方咧，佢樓底會特別高嘅，去到11.5尺嘅，係比一般9.5尺爭2尺度。咁啊，主人房、洗手間，咁啊最後尾我哋睇埋個主人房，咁一組衣櫃位啦，加個户都有噶啦。咁最尾睇翻個。主人房啦，大概咧5-6尺床冇问题嘅。咁呢个就是主人房个景观，呢度系御海嘅中层私室。Hey, 你好啊，咁我哋今日喺度御海嘅私单位嗰度啦。咁其实咧啲客人拣御海咧，最主要咧我哋系一梯三伙嘅。咁亦都伙数其实好少嘅，成个屋苑得200+伙两座楼。咁啊车位比咧十分之充足嘅。咁再加上咧，其实我哋睇翻我哋前面无敌海景嘅景观，而一路呢个永久景啦，将来亦都唔会再有其他楼起噶啦。咁啊呢个单位咧已经交吉咗噶啦。咁有興趣可以聯絡翻我哋啊！咁我嘅麥，我電話係66814646，66814646，或者開頭我 partner 咁啊，阿 Yan， 咁嘅電話60773-1，多謝大家。